看起来还没得好一大眼，我以为有很大眼。今天金老师买了十斤生蚝请我们吃，哇，好开心哦！我先去把洗了。哇，倒出来还是蛮多的。你有想象过吗？一个女娃儿拿把刀儿熬生蚝，看嘛，又不动。我现在发现那个最主要是里头的那个刀儿让熬忘我了。这个样子就比较好打开。哎呀，脚都站不起了。再切一点小米椒圈圈，哦吼，有也没得了。放进小米椒圈，加入生抽，加上一点蚝油，而且这生蚝在网上买的，感觉好像还多大一个个的。哎呀，我没得力。金老师，你今天买的是全部给我吃的吗？有夹子就好了，手都不得靠到起了。看起安逸哦。这料头放上去。看到，好安逸哦！哇，这个肯定好了，冒了好久泡泡了。你来过哪不啦？哦，好烫！哇，好鲜呐！汤没倒过了，这下蒜蓉和到汤汤也不能浪费啊！哇，还可以哈！哎呀，好烫哦！有了。你先拿去给吃到去啊。来。好肥呀，你看。哇。哎呦，又烫到了，哎呦。买第一餐，戴起手套生蚝。
哇，好安逸啊！感觉我嘴巴拿起，那种的了样，有点点那种。滚来吃哦，滚来吃哦。我吃了好大堆壳壳了哦。那个好肥哟。最后几个了，我想要吃一个爽口的，把它们全部干到一起。嗯，好，吃完过来。哎呀，安逸！来，干到那碗生蚝肉，哇，好安逸呀、啊！